今日咧，我哋同大家分享下家鄉好物先。今日咧，為大家推薦家鄉物商城嘅呢款好產品——喜豐一號臘腸。點解要推薦呢一款產品俾大家咧？因為佢有好多嘅賣點。首先，經典暢銷嘅老產品啦，喜豐臘腸係我哋廣東老字號東莞老字號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之作，而且咧，佢嘅